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。一方菩萨妙难观，化现金刚足足。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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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一千万劫难遭遇，一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。愿界如来真实义，愿界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在地藏经的十四页下，咱顶回讲到因、实、神、因、甲、实、理、咩、甲、假，这拢有人来管。下面咱来讲草木神，草木。草就是草，木就是树啊，这属于植物类的。哦，草啊，就是较植物的较弱的。有，但是呢，伊容易生根，根无坚固，到冬天就死去啊。那么呢，伊的根，伊呢，离这个树生离这个呢树丛下行呢。有时阵草啊嘛无根呐，哦，无根草嘛，迄是有迄个气会生。但是呢，草木呢，嘛是一种药材。所以这个草木神专门咧管啥？管这药材。树啊会当做药材，草啊会当做药材。所以各位咱讲，青草类，青草类就是药材啊。树啊，类嘛有药材啊，树啊的皮嘛会当做药啊，树啊的叶啊嘛会当做药啊。所以这个物件，凡是草木正大丛正旺，迄拢有鬼神来居附，住伫迄个树底。所以呢，鬼神呢住伫这个呢雪山，住伫这个树顶。尤其咱佛教讲菩提树，菩提树有菩提树神呐、啊，所以这个树神呢，会使讲离咱较大丛的方面呢，咱拢感觉树啊有神。尤其咱古早的人较无爱种情，情就是啥，农保嘛，哦，啊情是安那人较无爱种，因为情足够大。伊迄、那个手呐降落来，接着一支一支根呐，啊，就两边足大丛啊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款树呢，大丛的树，人拢认为讲迄度树神。啊，树神敢有影未？树啊，敢有影未使错？我较早，读小学的时阵，啊，伫这个桥仔头四龙国小，四龙国小。啊，这个四龙国小呢，阮的教室是安尼两边，啊，办公室是向安尼，啊，对往一丛大榕树，迄丛大榕树吼，大到偌大呢？大到听好足济人，踮咧树啊脚坐，啊，搁会当应用。那么我迄阵啊五年啊六年的时阵呢，看到校工吼，校工呢，有一工迄丛榕树呢，一歪安尼担安尼落来。啊！校长讲，叫伊把迄位撤掉。
迄、那个校工呢去测迄位吼，测落去，诶，咱迄龙袍迄个青啊，颜色应该是白色的，结果伊记落红色的，像迄老花安尼转出来，拢红色的。哦，大家看一下，惊一下，讲，哎呦，啊，迄个龙袍记长哪会变红色，老红领？结果迄个记迄画树啊，迄个校工，毋知是去惊着。啊，是真是哦，迄树神扒落，等于说死翘翘呢。哦，过来迄张龙树，无人敢去找啊，无人敢去。恁人，即摆恁若去四龙国小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大龙树底下，迄就是树神。啊，你若安尼讲起来，这神都唔无分是非咯。你的机关贪落来去弄到，袂使记嘛？会使？你爱甲讲。你就甲讲啊，讲求神啊！我你爱羡慕我这你这机安尼吼，无方便，我要甲你锯掉，甲你剪掉吼，安尼较水。哎，伊就想，无定迄个神拄啊困倒，拄啊剩安尼，你拄啊甲锯咧，拄啊对手甲锯咧，无怪断到第四翘翘。哦，所以这求神呢，确实，求啊有神，鬼甲神拢会去住伫求啊顶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若要记树啊，就是讲，哎，那合理讲起来，咱今仔要甲记掉七张树啊，三工钟，合理就爱去甲伊烧香，甲伊讲，树神啊，你紧搬厝哦，鬼神啊，你紧搬厝哦，我要记掉七张树啊，我要刷掉七张树啊，啊，你若无紧走吼，我毋是要破坏你的这个厝哦，所以佛祖呢。作细心哦，连阮出家人的戒律内底呢，嘛袂使去凑球啊，就是讲会破坏鬼神的厝啊，破坏鬼神穿呐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这个道理呢，就是事实，这个世间存在有足济只鬼神，含咱住伫共这个世界内底。那么上面咱讲到鬼神。但是咱还未讲出鬼神的名称，还未讲出伊的名，只是干那讲这鬼神的在六道中，哦，而且鬼神，啊，六道中的鬼神呢，有威的叫做鬼，有力的叫做神，所以鬼的名目，咱下面会甲各位介绍。那么这神将呢，神各有所属。各有职务，所以伊的职务来立伊号伊的名。唔代讲啦，海底就叫海神，你那是观音识的叫做音识神，你那属观这草木丛林的呢，就叫做草木神。那么这的神由伊个人的业感来感受，但是有的神呢？不是业感，是大菩萨发愿要来维护这个诸佛道场，伊所化现的。譬如《华严经》内底伫咧讲，诸这个夜神、甲树林神等等，这神拢是大凡是现的菩萨，伊要来维护这个道场。伊要来呢，拥护这个道场，所以伊也变作鬼神，像菩提树的鬼神，就是拥护释迦佛祖，伫迄菩提树下啊，伫遐坐啊来悟道的呀。伊这就是拢要来做伊的。那么，伫咱这个娑婆世界的神将呢，有遮侪神，听到释迦佛要伫陀利天要讲经，因拢集合到陀利天来。他方世界无量的国度内底的神将，也不约而同，当中呢集到这个发挥现场来。可见各位，这个发挥还未开始，想就知影作殊胜啊，唔是小发挥啊。所以众神呢，当中集过来，种类呢，当然是。几万岁，但是呢，咱下面来指出几位来甲咱呢代表性，所以各位即个大鬼神将，恁看第十四页上后壁只一撮，后有他方国度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，所谓恶魔鬼王、
胆血鬼王，胆精气鬼王，胆胎卵鬼王，行兵鬼王，猎毒鬼王，诛心鬼王，福利鬼王，大爱敬鬼王，如是等鬼王，皆来集会。这简略来讲出他方国度及娑婆世界较有代表性的鬼王。这鬼王因为伊宿世拢是功行毁尸，所以伊感召到大鬼王的身躯。大鬼王的身躯甲一般的鬼道众生无共款哦，因为做鬼王是衣食住充足哦，伊食是食足好哦，伊会当畅饮自在，无跨无界哦，无人管伊哦。鬼嘛爱有人管啊，大鬼王无人管。但是呢，是安怎伊过去都有修，是安怎伊脚会来做鬼呢？因为咱佛经内底时常在咧讲，讲往生呢，忝却心不息的业力所牵，所以会对在这个鬼道做鬼王。所以大家唔免惊啦，那看到地藏经讲哦，这侪鬼王唔敢上地藏经。凡事呢，各位，咱若做人心肝无实在吼，啊，心肝虚伪啦，想要害人啦，想要骗人啦，想要呢讲诈欺的人，拢嘛属于鬼，拢嘛是人间的鬼呀。那么在《菩萨论》内底讲，讲有威德的人名叫做鬼，无威德的名叫做奸。所以鬼王呢，就是啥？王就是鬼，啊，这小鬼啊叫做奸。所以经中咱常常看到这个大鬼王，就是咧指啥？指威德具足、较贵气的鬼。啊，这个鬼呢？伊富足充裕，衣食自然，身躯嘛穿天衣啊，所以你看足侪鬼王呢，伊穿天衣嘛飘飘的啊，哦，啊口掺天食啊，伊拢食天食啊，因为做鬼应该就是无通食，不过鬼王拢食天顶的这个甘露。伊这个形呢，相悠长，悠哉悠哉的，啊，做鬼呢，伊出击。低速足紧，任情游戏，强天何殊？伊甲天人无啥物过样吧？哦，啊是安怎？伊在做鬼，遮尼啊逍遥自在，因为伊离往昔，对一世人唔知，伊曾经做大型的布施，大型的布施哦，各位。不是布施迄个三块五块的哦，大型的布施，所以伊感受到威报。那么这种大型的布施的人呢，人讲啊，做世间的大善人，一出手，拢算百万、千万、亿万。伊布施，是安那布施一届布施拢遮济，摕遮济出去，伊的结果才做鬼王尔，各位。你有所不知，你拿三百五百去布施吼，你是安尼足成困的啊！你都无钱，啊，都有三只有一百尔，对不？存一百的较济啊，哦，啊，你家想啊，你拿一百块去布施是较大，一千万、一百万呢？为啥样？有的人布施拿较济钱出去，是为着哪？为着民主啊！咱爱奉公，奉公义，咱就是好业人啊！咱是有面望的人啊！安尼是毋是无形中拍大着咱的知名度，对不？啊，你是安那会当布施几千万的，几啊百万？有的人为着公司大，你税金方面会当低缴啊！你会当低缴呢？你摕去布施，你去布施，安尼你嘛是无了啊！有人呢，虚邪的时阵呢，是目的要创啥？要讨好对方，要和你讲认定伊就是一个大善人，
所以咱过去常常看到报纸咧报，报讲哦，迄政府该表扬叫做好人好事的人，啊，伊每年呢，拢请足侪米去救这只善假人，结果呢，这种人呢，无实在，做足侪歹代志，私下呢，佮饲足侪，即、這个呢，女人，啊，佮做足侪呢。啊，唔是你想讲，伊是大善人应该做嘅代志。所以，伊虽然做足侪功德，做足侪善事，安尼叫做啥？叫做天缺不实，无老实啦，无真心啦，做外表呀。所以，面善心恶嘅人，因为伊布施嘅功德啊，合理讲起来有福报啊，所以伊做鬼嘛足享受啊。因为伊因果不净啊。所以他就感受做鬼了、啊、因为他的心恶面善，所以他的面就感受很难看的面上出来。各位，没有什么奇怪，世间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，所以有的人说要做社会福利，不要做佛教的布施，所以这种人就是不懂因果的人，伊毋捌因果，所以伊才会认为讲，这个寺院呢，出家人呢，啊，一寡呢，讲一寡讲较无好听的话，啊，伊甘愿呢去教付这个艰苦人，伊就无爱教付寺院，所以这种观念拢是错误。你都毋捌因果，你敢知影你安尼布施的钱，啊，你呢将来所得的果报，你都袂晓分析呀、啊？那么到底？过去做安尼的工课，即马感召来的鬼王，咱下面先来讲第一位，叫做恶魔鬼王。恶魔梵语叫做贪罗，也译过来话叫做木洞主。这个恶魔呢，咱敢若想着嘛，知影目睭介歹看。所以你看，迄目睭，迄鬼仔的目睭，拢安尼，安尼像要走出来迄种形安尼。各位，万法唯心呢，心哪行内，对无？心行里内啊，啊行呢，行里外。所以你看伊的目睭遮大蕊啊，遮大光呢，安尼你嘛知影伊，哦，心无善，伊那心善的诸比善眼。对不？心恶面目呢，就丑陋啊！啊，这一看呢，就知影讲，这种人就是呢，做善事做了就起性地，啊，若紧报喜了就淡仔发脾气，啊，就骂到安尼一大堆歹听话，就锐气真狠心嘛。所以外表呢，外现无欢喜的面容啊。那么这种的鬼王呢？叫做心存功夫，很刚强，所以伊目睭呢，会发出迄个恶色走出来，互看到怒目啊，怒目而视，所以迄款受气的目睭，敢那亲像啥？敢那去看到众生咧，看到仇人敌人呢，所以叫做恶目鬼王。各位，俗语伫咧讲。讲心之神是发见于目，心内的精神里底，看你这个人有精神无精神，看底，看你迄两蕊目睭。那看到迄两蕊目睭落落吼，安尼未清就知影讲啊，这个人呢精神未统一。啊，那看到你迄两蕊目睭里里落落、依依鹅鹅，淡仔鹅来啊鹅去，就知影讲这心术不正。所以做贼仔的人，目睭里里噜噜噜，我阿你讲，啊，所以咱人的心神，就看对看那两粒目睭啊，这两粒目睭呢，有正气无正气，一看就知影。所以咱的眼神爱正，唔通安尼里里噜噜，啊，唔通吼，啊那甲人咧讲话，也无要甲人安尼好好甲人讲话，看人讲话，人啊咧甲你讲啊，哼。哎呐，对啦，对啦，哼啊呐，这种人作假呢。我到底跟你讲话，你呐，你呐，看对遐去，对不？啊，所以你看一个人咧讲话，眼神
你就知影讲这个人什么款人，啊，啊眼神呢，跟人讲话爱很正眼看人，不能斜眼看人。所以斜眼看人呢，这个人嘛是袂使啊。所以你看看你的心邪，所以讲话目睭就安尼使目尾，啊，就安尼缩的缩的，啊，这是一看了嘛，知影讲，哎呦，这心缩内底带邪气。所以若要怪人，就是安那用目睭尾共缩尔，对哇？缩就是讲，哎，代表对你好感。所以这种人呢，一看嘛，知影讲，哎，这邪邪。所以神就是在目记的哦，讲话哦。啊，那是窍呢，窍开于肝。所以这个人啊，有开窍的人，伊的肝一定作用。这个人啊，肝无好呢，已经带病呢，安尼。啊，软烧烧，啊，就安尼无精无神，啊，窍都未开啊，对啊，因为伊肝无好啊，啊，说不定在分肝呢，吼，迄肝在分泌呢，啊，所以安尼软水软软啊，迄种型，啊，一看就知，哎呀，你身体真虚呢，吼，对不？所以呢，人下这个呢窍，窍就是啥？窍神啦，真有迄个窍脉啦。就是你这个肝，要那是呢，精出于心，精就是咱的眼球，这个眼球呢，目睭这个会安尼有蓝色、水蓝色的，咱的白色的呢，迄个会水蓝色的，啊会安尼吼，安尼水水水吼，安尼很亮丽呢，代表伊的心足好，肾脏非常好。所以咱的迄个白银啊，翻黄啦，翻安尼落落像诶，迄个鸡卵清哦，迄个后期迄种型吼，恁捌鸡卵看到鸡卵后期无啦？鸡卵后期迄个清就是安落落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咱这个目睭银白银啦，安尼落落吼，未清吼，就知影你腰子无好。你腰子已经有毒啊，落落啊，你迄腰吼放菜一定落落。所以你看看咱一个人的面目，对不？因咱呐，这个面目内底呢，要安怎养神？养神以暗，所以目睭袂使规工安尼天遮大蕊安尼直直看，直直看，看到疲劳，对不？你袂目睭你嘛少养神一下，养神就是暗嘛，就是暗去嘛，吼、哦，认真养神一下。啊，目睭起来，啊，咱呢？一个人的目睭水甲歹，由你的心。心若是滋润而生，安尼你目睭眼神就很善良。你的内心内底若嗔恨，你的眼神就很凶恶的迄种眼神走出来，所以就会破坏咱的性命。所以各位小心行善哦，以免着呢你落在轨道，安尼就不值得哦。哦，这是咧讲着呢啊，咱是顺便的啦吼。迄、哦、是讲着咱这个恶不归用，先煞提醒大家。好，下面咱来回向，愿你出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。下济三道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诸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地藏菩萨。